这是临近农历鼠年的最后一期视频了，那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早年。这是一期穿搭视频，但是我想做的和以往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把我自己的穿搭融入到一些生活中的场景，就我觉得可能会更好接收我想表达的、我想传达的那种意思吧。在这里我给自己提的一些小要求，就是我的所有的搭配呢，都最少要有一件或者两件来自机能品牌的单品，服饰也好，包袋也好，这是我给自己最基本的要求。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想着就是把这些机能单品搭配的不那么重装的机能，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大家一聊到机能，肯定就是那种都市忍者的先入为主的那种刻板印象已经非常深入大家的脑海里了，那我就想打破这一种刻板印象，我不想让别人一联想到机能就马上浮现出那种风格、那种画面。那其实就像我以前的视频说过的，机能风格的单品呢，他们的设计出发点最好就是以功能性为前提来去做设计，那这样的话其实一样单品它有一定的功能性做保障的话，其实局限性就比较小了，就不会说仅限于它自己的领域才能有好看的穿搭，那在其他地方也能发挥出比较好的一个水平，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了。所以我在这里想展现的风格的概念，就是用一种轻装上阵的感觉，把这些重装的机能单品融入到你日常的生活中去，然后展现一些小的场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和概念，让大家知道不是所有的机能风格的单品都一定要穿成那个样子。这是我想在展示搭配之前说的一些话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我之前也说过这个，但是还是想要再强调一次，就是请大家不要看我身上有什么就买什么来穿，我在这里提供的只是一个搭配的公式，那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模块化的概念，就是我身上的上装或者是帽子，然后包袋，然后裤装都可以替换成同类型的其他单品，那我这里只是给一个参考，你可以用这个参考去拿同类型的去做搭配，而不是说一定要买我身上一模一样的这一件。我觉得就是最大化的利用你现有的资源吧，你先把自己衣柜里的单品搭配好，然后如果说达不到效果，那再去买新的，而不要说看到搭配就买新的回来，那看到一个新的搭配你就照着样子去买的话，那你永远就只能那样搭而已。多动点脑筋去把你现有的搭配的单品去做不同的组合，最大化利用它，不要浪费，因为其实我觉得浪费还是挺可耻的一个行为。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吧，从第一个搭配开始看好了。这边第一个搭配的效果呢，就是可以理解为一个奥利奥形式的模块化的搭配，就是黑白黑的感觉。那我用一个白色高领做打底之外，然后用一件黑色的冲锋衣，是来自 NOS， 然后我把它的帽子拆掉了，这样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机能或者说闪系，它看起来更加适合都市一点。那加上一条宽腿窄口的长裤，是来自优衣库的，然后就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利落的搭配，那这个搭配就挺适合这种日常的休闲，比方说周末出门去喝咖啡或者说去一些 pub 啊都没有问题。那包袋我背的是来自胡服工业的蜜环，同类型的其他单品呢你就可以参考一些小的
配件的副包，或者说是一些小挎包，优衣库那些，或者是 Patagonia 那种，总之不要太大。这种日常的休闲，我觉得还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感觉会更好。那鞋子和帽子呢，就有一种 City Boy 的效果，就是来自 New Balance 和 Palace 的单品。那这两个品牌呢，本身是走休闲和街头一点的感觉，所以就可以弱化掉那件机能中锋外套的那种机能感，那同时呢保持有一定的都市 urban 的效果。那这就是这个look大概的我的一个概念，可以参考看看，然后就利用好自己手头现有的一些单品去尝试一下。那在配饰这个方面呢，就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或者规定了，你自己现有什么就佩戴什么就好。手表或者是项链，这些项链可有可无，我觉得有当然更好，那你要看一看风格是不是合适。手表的话基本上钢表或者是运动腕表都可以。然后下一个 look， 感觉就是比上一个那种奥利奥夹心的感觉稍微又多了一层。那我是多搭了一件连帽护底在里面，然后外套选用的是 Nose 那件夹两件的西装。那这个 look 其实就更加的有一点上班族的感觉了。加上包带，我选用的是单肩的托特包，而不是斜挂的，所以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机能，会更加有一点上班族的感觉。那裤装我选用的是一条比较有垂坠感的休闲的西装裤。那这种搭配的好处就是在有一定正装感的同时，不失街头休闲的风格的感觉，就会让人看起来更加的 casual 一点，不会过于的正式。同时你可以看到我的造型很多的基底都是来自优衣库的这个白色的高领打底长袖 T， 那这个是我会非常推荐作为基底搭配的一款单品，性价比也非常的高，然后它可以应付我自己绝大部分的风格的搭配，黑色白色我都有，我都蛮推荐的。球鞋的话就是我之前有发过视频的那双来自 New Balance 的 Hero V5，那这双鞋在这种风格的搭配里呢，我觉得还蛮适合这种非常宽腿的裤子，因为它的鞋型来说足够大，它撑得起那个裤脚，所以看起来整个造型呢有运动感的同时呢带一点点正装的休闲的风格，就是一种 off duty 的感觉。那再下一个造型呢，就是带一点点机能风，或者说是比较 urban 一点的山系的感觉。外套我选用的依然还是来自优衣库的外套，是应该叫 Block Tech 吧，那个系列。裤装是来自 Nosu 19秋冬的软壳长裤，裤型看起来，如果你不把它裤脚拉链拉上的话，其实还蛮都市、蛮休闲的那种比较有功能性的工装裤的感觉。那它两边是有 MO 系统的织带，但是我没有装任何副包上去，因为我不想让它看起来过于的一眼就机能的感觉。这一次上身的内里我选用的是黑色的高领打底 T， 因为它能弱化和很好的衬托我其他的上身的单品，因为我想要它衬托的是我中间的那一件 Anorak 的卫衣，它是来自于 Roy Wild 早期的一款产品。那我觉得这种 Anorak 的款型就很适合用作于山系或者说 Urban Outdoor 的搭配，因为它最早呢 Anorak 这个款式是有点猎装风格的感觉，到后来慢慢的在山系的品牌中越来越多的出现，那现在开始在街头品牌呢或多或少也能看得到。那这种款型的衣服个人还是蛮推荐的，因为它能很好的作为一个中层搭配来衬托出你最外层和最里层的那个不同颜色的这种感觉，能增加你的层次感，同时呢也有一定的功能性，因为通常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袋鼠兜。前面这个 look 的包带呢是来自于胡夫工业还没有发售的，可能看到视频的时候应该已经发售了，是来自于他们2020最新款的一款单肩包叫拉菲尔，然后它是可以捆绑在他们最新出的那款双肩包上作为一个扩展仓的。那这个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弹幕或者留言评论一下，我拿到手之后我来给你们做一个单独的介绍。
它这款包呢，其实在我看来还是非常实用，它容量非常的大，并且它在单独作为一个斜挎包背负的时候呢，让我有一种以前在踩死飞的时候用的那些邮差包的感觉，然后背负的效果非常相似，然后它的功能性也非常好，它防水，扩展性也非常不错，总之就是我还挺满意的一个单品。那我手里的这个是个样板，正式版呢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了，之后我再给你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这一个搭配呢，你可以看到我选用的单品的色调其实都还蛮统一的，我内里用黑色的高领打底 T 和背包和裤装作为一个呼应，是为了要衬托出中间的 Anorak 和外层那个深蓝色的外套。那这两个颜色呢，你可以在我的球鞋就是 Salomon 的那双 XT6 上面都能找得到，所以身上的颜色大家不需要调太多，但是一定要有呼应，这样会让人觉得你有用到心去做你的这一身搭配，而不是随便胡乱拿一些单品就穿上就出门。那同样的这个 look 呢，没有特定的说要搭配某一种配饰，但我个人觉得这种有点 urban outdoor 的感觉，运动的感觉会更强烈一些，所以我搭配的是 G-Shock。 OK， 那再过来一个，件长款外套的搭配。那其实在我拍搭配的这些天，大概有一周左右吧，真正能用得上这些搭配的温度呢，大概也就2-3天 maybe。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伪冬季搭配，确实在广东我真的用不上这么厚的衣服，本来我还想说拿一些羽绒内胆来做搭配给你们看看，但确实在广东我真的搭配不上，也很抱歉，就是没有办法穿。像我今天在坐在这里给你们拍视频的时候呢，其实我都还开了冷气。那说回这一个长款衣服的造型吧，这件长款的外套也是来自于 NoSuit， 但是它是完整版，是一件三拉链的造型。如果你不知道它原来长什么样，我在这里附一张图片给你看看。那它本身的设计感是非常重装的那种机能风格，你看到它就能明显的知道它是一件机能风格的单品。那同时它也是一件软壳大衣，它是有绒并且防水，那所以它的功能性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在这里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要弱化它的机能风格的感觉呢，那我就把它的三拉链外面的那件马甲移除下来，只穿它里面的那件长的外套。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外套版型本身剪裁是非常好，它是那种 A 字型的感觉，就是三角形的那种造型。那这种造型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整身搭配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轮廓感，非常好的廓形，就是我们平时在讲的。那同时因为它移除掉了外面的那些马甲之后，它本身是没有翻领或者是领口的设计，它是立领开衫的效果。那所以我在这里围了一条深蓝色的围巾，可以跟我中间的 T 恤作为一个颜色的呼应。如果你没有这种款式的围巾的话，你可以用一些棉的比较厚的一些 sweater， 也就是卫衣，简单的披一下也可以，不一定要一模一样的单品。那如果你要用围巾的话，我建议你选择比较厚重比较肥大的那种围巾，太细太薄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白色的 T 恤依然是作为基底，然后在下摆和领口稍微露出来一些，提升层次感，提升造型感的同时呢，用来区分你的上下身的搭配的，作为一个小过渡的感觉。那下半身我选用的裤装是来自 Nike ACG， 应该是17年系列的，我忘记是秋冬还是春夏了。那这个裤子的裤型，我觉得在你作为一个长款外套搭配来说，裤型的选择就很重要了。如果你的裤型选择不好的话，就很容易显得你的腿比较短。我个人的推荐是，要么就直筒的长裤，要么就这种收口的九分裤，然后露一点脚踝出来，层次会更加分明一些，让人知道你的脚踝位置在哪里，就不会显得腿特别短。那同时呢，球鞋我选用的是来自Acronym 和 Nike 联名的 那一双 Air Force One， 应该叫 Lunar Force One。 在有机能感同时呢，我觉得它其实更偏向于街头和休闲的感觉。那包括白色也能很好的呼应我背着那个大的托托包，那整身的造型就是有 City Boy 的感觉了。今天可以说是我给你们拍 look 这几天气温最冷的一天，那我穿这样其实刚刚好，前几天的 look 都是我忍着一身大汗去拍的。那
今天天气是冷的，蛮舒服的，那我就决定来泡个温泉。那我先去偷个懒了。去哪都少不了咖啡。OK， 那么最后一个搭配呢，就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我还是在室内拍，还有冷气吹，就是这件半高领的翻领的毛衣，然后搭配我刚刚说的那件 NUSU 的三拉链的马甲，那在有机能感的同时不会说过于的重装，然后柔软的毛衣和灯芯绒材质的长裤也能很好的弱化那个马甲带来的硬挺的搭配的感觉，看起来不会过于硬朗，比较平易近人。然后包带呢，我选用的是之前在 Sneaker Con 购买的那一个军布的马鞍包，那平时我是很少背这种款式的挎包的，因为毕竟严格来讲它还是属于女装包，比较少尝试的搭配吧。对我来说它本身背包上是有一个钥匙包的，那我把它取下来挂在裤子上，我觉得那在身上的元素也会比较多。同时呢，我用了一件军绿色的打底，在毛衣的下摆可以稍微露出来一些，那作为一个呼应和过渡。球鞋我选用的是来自 Hoka 的沙色的 Tour Ultra Low， Hoka 就有山系的感觉，同时呢它能做到跟帽子有一个颜色上的呼应，然后整身搭配看起来就不会过于的绵软，因为有这件三拉链的马甲和 Hoka 这双鞋能压得住整个造型的硬挺的效果吧。这大概就是我这些造型搭配的想法了。有一些观众在我的评论或者留言区说啊，这种造型挺平常的呀，没什么特别的，为什么你不穿得更夸张一点？那其实我也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隔着镜头观看的感觉跟实际上用肉眼看上去的体验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就你隔着镜头，打个比方说你化了很浓的妆，但是你在镜头后面对着镜头拍，那然后观众在屏幕上看的时候就觉得 OK 还好，但是如果同样的妆容你放到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你会觉得哇，是不是有点夸张的，会有这种传达上的一种消耗，不知道是不是刚才这样说。其实我觉得我的搭配在镜头里看起来是普通的，但是如果你照着一模一样的搭配的感觉，你走在街上或者你去逛街穿，我觉得是已经是很足够的了，你不需要穿的再夸张再多，那就有点华而不实，不够日常，不够实用。因为我觉得搭配嘛，这种穿搭这种造型还是要基于日常的使用，就像产品设计一样，去从功能性从实用性出发，而不是做一些华而不实的效果。那如果你只追求那种看起来很扎眼的效果的话，你直接去买 Off-White 就好了。那所以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些风格上搭配上的理念和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你平时怎么样穿衣服，怎么样选择你自己的单品，同时也能体现到你平时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比较低调的，或者是比较浮夸的，或者是你的喜好你的偏好都能通过你的穿搭来体现出来。那如果说夸张的搭配是用来激发灵感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与其说夸张搭配，不如说恰到好处的搭配更能激发观众的灵感，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了。就是作为一个传达者，我不知道能不能把我的想法100%的传达到给你们，但是就通过一些表现的方式呢，能希望你们有一点点收获就好。我觉得肯定是不能100%接收到的了，只要你们觉得有一点收获啊，有受到一点启发，我觉得我就达到我现在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的目的了。还是那句话，我个人不会在日常生活中穿得过于夸张，为了穿搭而穿搭，那我还是会从实际的生活的场景去出发，这就是我个人的穿搭理念了。那同时也像我说的，就是不一定要穿得跟我一模一样，但是我会很推荐作为基础打底的那一些单品呢，大家都可以去拥有，就是优衣库的那种，比如说像基础的 T 恤啊，高领的打底 T 啊，或者是一些基础的宽腿裤这种，大家可以都去买，大家穿的一样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人身材啊，每个人身形都不同，就算你穿一模一样的单品，你也不会跟别人有一模一样的效果。那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你们即便跟我买一模一样的单品呢，你们穿上的效果可能也不会跟我一模一样，所以还不如先利用好你们自己手头现有的单品做一些搭配的练习。那你觉得现有的单品开始不够用了，搭配感满足不到了，效果达不到的时候，你再去买新的单品，那
就是我想传达的一些消费观吧，就希望大家还是不要浪费，尽量最大化的利用你手头现有的资源。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好吗？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呢，记得点一下订阅了。那我是 Rock， 我们下次再见吧。